大家好，我是魔人啊。咁今日翻到嚟咧，就同大家继续讲下呢个女神异闻录嘅莫魅影嘅前期必用嘅面具啦。咁啊，前期必用嘅面具咧，咁当然就包括我哋嘅主角嘅阿洛希克啦。咁啊，最主要就系其实佢嘅技能相当之唔错啦。咁啊，可以睇到可以打单体嘅敌人之余咧，又可以打到高伤之外咧，仲可以打到群伤嘅。咁其实系好齐嘅技能嘅。咁亦都系叫做保证可以打到一啲嘅伤害出嚟嘅。咁但系当我哋遇到一啲可能弱其他属性嘅魔物嘅时候，或者敌人嘅时候咧，咁咧就会打得吃力啲。咁所以咧呢一只咧。虽然好用，咁但系我哋配埋其他嘅叫做面具咧，就会更加好用啦。咁我哋嘅角色咧，20就可以装两个面具，咁包括埋主角呢个面具之外咧，仲可以装多一个可以黑多其他嘅属性咧。就算用自动去刷关咧，都系会比较轻松嘅。咁所以咧，就大家一定系要练多两三只咧好用嘅面具噶啦。我哋去到30咧嘅话咧，咁就可以装三个面具添嘅。咁如果大家依家喺20至30中间嗰段情况咧，咁就最好就系练我接下嚟咧讲嗰几只噶啦。咁啊，跟住最好用嘅面具咧，咁啊，当然就有呢一只嘅。拉南希啦，系啦，拉南希咧最主要咧就系咧佢嘅技能又系相当之好嘅，咁啊大家可以见到呢一只嘅拉南希系打念嘅属性嘅，咁啊亦都系佢嘅技能咧本身已经有群伤啦，系啦，咁呢个群伤系造成伤害之后咧，仲会咧系令到敌方降防持续两个回合，相当之唔错啊，打到伤害又可以。搞到一啲负面嘅效果俾敌人啦，咁跟住咧呢、這个战斗技巧咧，其实咧就系、是、咧都系对敌人一名咧做呢个念属性嘅伤害啦。咁如果咧系去到呢个 highlight 嘅话咧，咁就系对所有嘅敌人咧造成呢一个嘅90%嘅攻击力嘅念属性伤害啦。系啦，咁其实你见到系冇主角嗰个嘅面具咁高啊，咁不过都系好劲噶啦。咁啊最主要咧劲啊劲在咧系呢个嘅哈马赛啦，系啦，哈马赛点解咧？咁就可以啊对所有嘅敌人造成呢个55.4% 嘅攻击念动属性伤害。咁啊对于咧本身咧精神。異常狀態嘅敵人咧，傷害仲會提升35%嘅。咁好多時我睇落咧，就係似打咗兩次嘅傷害嘅。咁樣你話全體打咁高嘅傷害咧，我暫時咧好似係前期啊，係得呢只嘅啫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咧去考慮一下練呢只嘅拉南希啦，係啦。咁啊，技能方面大致上都系咁噶啦。暂时咧，我谂大家都系升到35咧嘅啫。咁啊，可以见到弱火嘅，咁但系咧就耐风同埋耐念嘅。咁仲有一招拉昆达就好少用噶啦，咁就令到敌人咧嘅防御降低33%，持续三个回合。系啦，呢招咧就比较少用嘅，我自己。咁另外一只咧系比较易攞嘅，就叫朱雀。咁朱雀咧就喺呢个位置，我哋入去睇睇啦。嗱，朱雀咧系弱火啊，唔系系呢个耐火啦、弱冰啦，同埋耐黑嘅，系啦，核属性嘅。咁啊，佢自己啊打呢个核属性嘅，咁啊可以睇到啦。嗱，首先咧就系呢个哈马符雷啦，群伤嚟嘅，咁可以对所有嘅敌人咧造成呢个47% 嘅攻击热核热属性嘅伤害。咁又係啦，對處於呢個嘅元素異常咧，再會提升16% 嘅呢招，亦都係相當之犀利嘅群傷嚟嘅，係啦。咁當然對比起頭先嗰只嘅拉南希咧，就弱少少啦。咁啲攻擊咁，但係都係好用嘅嚇，前期啊，大家記得啦。咁戰鬥技巧亦都係啦，對一名咧敵人造成呢個核二屬性傷害啦 ，highlight 都係啦。对所有嘅敌人造成核热嘅伤害嘅，咁跟住咧就系符雷呢一招啦，又可以打单体嘅，
咁啊打咧对一名敌人咧造成103% 嘅攻击核热嘅呢一个嘅属性伤害啦。咁啊对于元素异常状态嘅敌人再会提升16% 嘅。咁呢只亦都系前期咧推荐大家咧去使用嘅。咁仲有其他嘅技能嘅，呢一个治疗促进都唔差嘅。虽然回合回得少啲，咁但系都叫做好过冇啊嘛，系咪先？每回合开始咧可以回复咧 1.9% 最大嘅生命值啊。咁啊，朱雀亦都系前期咧30咧前咧都推荐大家系去用嘅。嗱，咁下一只咧就麻烦少少啦，我自己咧都系咧啱啱合出嚟嘅啫。咁啊，大家可以去合体人格面具嗰个位置咧，就揾翻咧。夜这个的面具的那个读音呢应该是叫夜的了，是啦，我上网查过的了，连中大那个呵呵读音网都没有、啊、这个字。好了，即刻跟大家来看一看夜这个的面具又是怎样啦。好了，那么跟大家看看先。嗱，夜呢个面具本身咧就系咧系嗰个版面咧，即系我哋如果升高少少嘅话咧，血攻防咧都系比较高噶，咁所以咧都系前期推荐嘅，因为我哋30咧前咧好少，即系好少选择嘅啫嘛，咁啊所以咧呢一只都系非常之推荐嘅，咁啊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佢系弱火啦、耐冰啦，同埋耐呢个嘅咒嘅，系啦，耐嘴咒嘅。咁技能方面咧，其實咧佢嘅技能咧就都係打呢個詛咒屬性噶啦。嗱，咁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哈馬耶哈咁就對呢個所有嘅敵人咧可以造成41.5% 嘅攻擊詛咒屬性嘅傷害，仲有機會咧係幫敵方咧加一個詛咒嘅效果添嘅。咁係其實咧呢個嘅技能咧就。这个诅咒技能呢暂时呢我记得是我们主角 Joker 都是有这些诅咒技能的。咁亦都可以睇到啦，战斗技巧亦都是啦，对一名的敌人呢造成诅咒的伤害啦， Highlight 呢是会对所有的敌人造成 93.6% 的诅咒属性伤害的。咁仲有这个的哈马姆多啦，咁这个呢是群伤来的。对所有的敌人咧，系造成呢个27.6% 嘅攻击诅咒属性嘅伤害，仲要咧系如果对50%生命以下嘅敌人咧，系附加低几率诅咒属性即死效果啊！咁啊，生命咧，生命值越低嘅几率咧就越高，即系如果对面嗰只嘢冇乜血啦，可能得翻30%啦，咁啊会更加容易有即死啦。咁如果你本身可能得翻20%，咁更加容易即死啦。系啦，仲可以打所有嘅敌人啦。咁呢招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嘅群伤嚟嘅。咁跟住咧，嗱，除咗咧呢个嘅诅咒属性之外咧，佢仲有咧呢一个嘅物理伤害嘅。咁啊，对一名敌人造成70%嘅攻击物理伤害，咁有咧呢个7.9% 咧，系会令到敌人咧陷入混乱嘅状态嘅。咁敌人混乱咧就无法行动啦，仲要系两个回合喎。咁其实佢所有嘅招加埋咧，其实相当之唔错嘅，系啦，相当之唔错嘅。咁呢一只咧，亦都系咧前期咧系推介大家咧可以去练或者用嘅。咁就係夜啊，呢个嘅人格面具啊。嗱，咁当然啦，每个人格面具其实大家可以呢去再镶一啲技能落去嘅。咁睇返你自己想點樣去配搭返囉。係啦。咁但係你话前期呢30级前嘅话呢，咁呢几隻呢都係相当之好用嘅人格面具嚟嘅。咁如果呢往后嘅时间呢究竟有边隻好用呢，我就继续冲上去啦。跟住再去试下究竟有边几隻会好用嘅人格面具，再同大家分享啦。大家唔知玩到几多级呢，咁如果你係玩到20多级嘅话，又或者10多级都可以留个言一起分享一下喎。我自己呢就啱啱玩到27嘅啫，琴日係玩到停唔到手嘅。係啦，真係好鍾意呢隻 game 啦。好啦，咁有乜嘢呢可以留言讨论下，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兄弟们，睇到嚟呢度呢条片已经完㗎啦。如果想支持我嘅话呢，可以按落去加入会员支持我嘅 channel 嘅。仲有就係 share 埋俾你啲 friend， 等佢唔好错过一啲游戏嘅资讯㗎嘛。